八成細菌唔一定喺牙齒度。高露潔 Total 唔單止清潔牙齒，仲減少喺牙齒、牙龈、甲面同舌頭嘅細菌，為口腔帶嚟12小時全面保護。高露潔 Total 唔止潔齒，仲全面保護。日前有英國傳媒報道，有情報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密謀在歐國杯期間襲擊英格蘭球迷。法國已調派超過90,000軍警在各地加強保安，並且延長巴黎恐襲後實施的緊急狀態令。美國國務院亦都發出旅遊警告，指出歐洲在未來2個月，除了歐國杯，還有橫跨單車賽以及在波蘭舉行的天主教世界青年日活動。大量遊客將為恐怖分子提供更大目標，呼籲國民視全球各地的風險，發出旅遊警告。今次是20年嚟第三次向歐洲發出警告，對上一次是3月高島塞爾恐襲之後，警告本來在月底屆滿。國務院發言人話，只係趁呢個機會提前更新警示，新警告有效至8月底。巴黎恐襲之後，法國仍就在恐襲的陰霾下，內政部長卡薩諾夫都指法國仍然是激進組織伊斯蘭國的目標，希望相關部門動員一切措施克服這個風險。今次歐國杯51場賽事分別在10個城市舉行，包括首都巴黎。地鐵工人在6月1日起罷工，預計全國將會有半數的服務受到影響。航空業界亦都響應，其中空管人員會在3日開始罷工。法國航空公司的機師工會就支持在6月罷工最少6日，這個決定可能會導致大量航班取消或者延誤，影響到外交部證實一個中國維和人員在襲擊中死亡。習近平在會談上面歡迎北韓勞動黨派人到北京通報勞動黨召開第7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，而這樣是體現了中朝雙方就重大問題。Mr. Trump, or Trump did a good job.